小念头呢，是咏春拳的第一套入门拳法。要练习小念头，就要全身心的放松，包括双肩、手肘、手腕，挺胸收腹，双膝内收。师傅，有人来了。你这是师傅吗？对，我就是梁家栋，有何指教？你好，我来迎宾教练。想当教练，得先过我师傅这一关。今天怎么了？整条街都没有人，连行人匾都没发完。梁博，你不知道啊？哎，就在咱们附近开了一个味记饼家，我跟你讲，人多着呢，铺天盖地的广告，你看嘛，他们人可多啦，送这送那的。我跟你讲，就这个奶茶都是买他们那个杏仁饼送奶茶。那行呢？饼好吃吗？味道不错。我叫艾拉，24岁，龙马年人，在佛山学了咏春拳3年，喜欢中国功夫，还有美食。怎么样，师傅？通过没有？先给他拿本《七侠五义》看看。中华武术在于修心，尤其是咏春拳，所以一个外国人呢，要先了解中华的传统文化，才有资格在我梁家武馆做教练。七侠五义我读过了，我还读过赤脚英雄传、脚力飞刀。欢迎教练。师傅来得够早的呀。怎么，你意思师傅比你还懒呗？不是，没那意思。来，大家分了吃。谢谢师傅。别走啊，来酒。艾拉教练，吃块饼。梁师傅平时喜欢什么？喜欢功夫啊。除了这个吗？除了这个的话，那就只能是杏仁饼了。梁师傅他读书吗？比如技巧武艺？当然了，师傅常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学咏春呢必须要多读书，要不然就变成了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没用人了。那我俩先去忙了。
雅琪。阿彩呢？要请假。最近生意不太好。他说回老家探望妈妈，我放他两天假。也好啊，你看最近店里很干净啊。哦，文哥，我老家来了两个乡亲啊，我想买两盒杏仁饼给他们尝尝。哎，不用给钱。给，送你了。你说那家味记啊，为什么生意会这么好嘞？他会不会是抢了你的财神呢？文哥，要不要去妈祖庙拜一拜啊？现在正好店里没有什么人，要不然你现在就去吧，我帮你顾店好不好？爸，有什么工作我来。哎，不用教徒弟吗？我招那拳师也不是摆设，没事。家栋现在是老板呢，文哥你去吧。哎，文哥，文哥，我正要找你呢，我有事要跟你说。好啊。文哥，你看家栋现在年纪也不小了，他的终身大事，你得过问呐。哎，这种事。皇帝不急，太监急，我也没办法呀。可是，我们总要替他把把关啊，这可是一辈子的大事啊。岂止是一辈子的事儿，娶亲不对，祸害几代人。之前呢，我也给他介绍过一些女孩子，家世都很好的，可都让他搞砸了。人家什么家庭，我们什么家庭，我们高攀不起。不是高不高攀的事情，而是家栋一见面就跟人家说武术，那你说女孩子怎么会开心啊？我一说他，他还跟我发脾气。跟你急？你是他妈妈。那骨子里脾气不还是像你啊？像我不好吗？难道像苏莲？你又这样，我在跟你说儿子的事呢。你还是跟他谈一谈吧，啊，他会听你的。我也想早点抱孙子，就快点找时间跟他谈，啊。哦，知道了。你好。先试试看，好吃蛋白。我吃过了。梁记的。是啊，比别人家的，比我最喜欢吃的喜剧饼都要好吃，不解腻，还有一股清爽的咸气。实话，杏仁饼啊，是现磨绿豆粉做的。我叫 A 了，梁家武馆的教练。家栋在吗？在，在。家栋。小栋，快点啊！你怎么来了？课上完了。我给你开的书单看了吗？在读，还在练拳。表现不错，嗯，我先进去吗？嗯。伯父，我帮你吗？哎呀，哎，你还是别给我这儿捣乱了，先看书去。
去看书，看书适合你。我不去。早就说了，看书看书。滚！小帅他们喝吧，专门为你包的百合雪梨呀、啊。润润你的嗓子，你这个咳嗽咳的三万斜街都听到了，是不是真的很不舒服啊？我没有病。还在里面呢。哎，现在生意不好，就由着他们在里面胡闹吧。明明是值得开心的事情，干嘛胡着脸？哎，年纪大了就是这样子。不解风情。有信有信有信心。吃饼吧。谢谢。吃饼啊。哎，谢谢。哎，吃饼。谢谢。文哥，家栋呢？我去武馆找他，说他不在。小九说他这些日子都在这里啊。怎么他回心转意，想要继承梁记了？继承？他不把梁记拆了，已经阿弥陀佛了。家栋，家栋！妈，哎，妈。家栋，这位是？哦，这位是。你好，阿姨，我是 A 了。罗马尼亚人，今年24岁，我是中国武术爱好者，在佛山学过了3年咏春拳，现在是武馆的武术教练。教练，妈，找我有事儿。没事没事，你们忙，我找爸爸说点事。哦。哎呀，疼，谁让疼的？你跟儿子谈了吗？谈什么呀？谈恋爱的事情啊。不用这么着急吧？那这个女孩子她是……我怎么知道？她也没告诉我。文哥，你怎么这么木呢？我们老人家就别管这么多了。爸妈，你先走了。哎，我刚来你就要走啊？啊，哦，我们下午还有课。艾拉，有时间让家栋带你去阿姨家吃饭啊。好，我很喜欢中国食物，谢谢阿姨伯父。爸，我有时间再过来帮忙。嗯，走。什么有时间啊？明天就要回来。你的家栋啊，搞得我的店里乱七八糟。家栋啊，多吃菜呀！妈，你这准备太多了。我不是以为你会带艾拉回来吗？来，来哪？来这儿？不是吧？你苏叔叔为了验收的事情，很久没有在家吃饭了。文文也是啊，干脆把电视台当家了，还想着你能带艾拉回来，咱们热闹热闹。哎，儿子。孩子，那个艾拉人怎么样啊？人挺好的，功夫也不错。嗯，教学生也用心。哎呦，不是问你这个。那什么？你们俩是不是谈恋爱了？哎，别瞎猜了妈，没可能。那你爸爸说你们两个总在一起打打闹闹的。啊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我们那是在切磋武功呢。这个咏春拳的特点，就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发挥最大的威力。我们这不是打斗，就别瞎猜。
我瞎猜。您好，你好。抱歉啊，冒昧的把你约出来，一定很唐突。哎，你太客气了。喝点什么？一杯茶就可以了。试试他们家的点心吧，做得很好的。谢谢。阿姨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还真是蛮喜欢你这种爽朗的性格，那我就有话直说了哈。你觉得家栋怎么样？梁师傅人很好，武功高，很帅气。就这些？怎么你们外国人也喜欢兜圈子啊？圈子。那我问你，你喜欢家栋吗？可以喜欢吗？为什么不可以啊？梁师傅看起来很传统，我担心我们认识的时间还是很短，说喜欢就会被认为是轻浮不认真。怎么会呀？我告诉你啊，当年我可是主动表白梁爸爸的。哇，阿姨真棒。所以你是喜欢家栋的对吧？喜欢。我一眼见他就喜欢上了。中国有一句话说一无会有，所以我一无会爱。那可太好了。艾拉，我告诉你啊，梁家的男人啊有一个特点，在情感上呢都比较内敛，不会表达，越喜欢一个人距离就越远。但这个时候，如果你是真心喜欢他的，一定不能被他们吓到。